各位朋友，早安啊！今天早上我会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工作，就是会使用一些稻草进行去遮盖一些无花果。哦，看一大早的，我们这里的天气还是蛮凉快的，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好多野生的鸟在鸣那边哈。我看这边是前几天嫁接的玫瑰哦。好，然后我们看这边呢，我就是已经弄了一些这些稻草啊，今天我会把这些稻草呢，就是会进行铺盖到这边来。我的做法就是我在每一棵树的底下，我就会把这些草啊。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我这边呢，这些刀扫，我就是弄在底部这里，这边也是一样。我看，这样子。哦，我看箱这些底部的部分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我是怎么操作。首先是我们准备一些刀扫，这样子，也是烧场的，我们是会绕一圈，我们看这边，我就是会每一个底部我会布置一些刀扫的。我们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呢，我就是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些无花果要怎么争取这些刀草的好处，然后做一些遮盖的工作。因为这个遮盖呢，不单它可以让我们的无花果可以保持这底下部分的一个湿度，另外呢，它还可以以后又变成腐烂的时候。